你不会又是从什么恋爱秘籍里学的吧？我上网查了各种让女生开心的方法，大家都说送花最有效。真没创意。是吗？那我再查查，明天再来了。好了，我逗你的，我很喜欢。我以为你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要是再让我吃闭门羹，我可能真的就不回来了。不会再这样了。以后所有的事情，无论开心还是难过，你都得告诉我。慢慢来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我给你时间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。难过的时候不许一个人硬撑着，不许把自己关在家里。好。治疗的时候不舒服不要硬扛着。好。要经常买花给我。好。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情。